什么？是不是我感觉你每天老忙了？哦，是的呀，我每天白天排练呀，中午，然后晚上还有直播，好忙哦。对呀，我感觉你真的很忙呢。对，我本来想请你吃饭呢。哎呦，这没事，我们周六请你，周六周天，你周天有时间吗？周天星期几啊？周天可以，周天啊。今星期周天星期几？今天星期三啊，今天星期四了。16号我走了。哎，你16号就走啦？是的呀，15号弄完。16号周天，你周天什么时候的飞机票呢？我是晚上机票，但我晚上机票，我中午差不多出门。有空吗？我带了很多行李。哦，你中午就要出门吗？对呀，就是。那我本来想说中午吃个饭呢，周天。那主要我觉得。主要我觉得你前面时间太忙了，我觉得你前面就是每天都很忙。就是，那下次要不下次呗，下次反正时间还长。没事，我们周六反正都得见面的，怎样都得见面。周六吧，周六对，周六哦，你在观众席对吧？那我弄完了去找你。OK。我反正就是给我发微信，欢迎快，可以，我就可以欢迎快扶我起来。哦，就是跳舞是吗？那你是大概什么时候出场？我想知道。我不知道呀，明天问。好，你现在练的怎么样了呢？我不太会跳那个现代，我不会，不太会。现代舞哦，你是要跟那些其他人一起跳吗？对，我和他们一起跳一个群舞，一个。那你自己有单独的舞蹈吗？没有，没有，就跟他们一起跳。啊，我一直以为你是有单独的舞蹈，你因为你是古典舞的嘛，我以为你是就是单独跳。没有，跟他们一起，我跟他们一起跳，就有三个舞蹈主播，然后有一个唱歌主播也跟着我们一起跳这个。就不太会跳什么呀？我现在不过在这两天在努力的去学学那个舞。欢迎快扶我起来。欢迎王大陆哥哥，大陆哥哥好久不见。我们今天怎么玩呢？你说不是搞年会，是那个什么，那个抖音的那个盛典。是的。年度盛典。欢迎大陆哥哥。好像你们都住在那一个酒店里面，就所有人。好像是，反正这都住的是我们主播，还有我也不晓得还有没有别的安排。还有我知道好多人，就是大哥们也安排在。啊？对，所有大哥好像也安排在香格里拉，就是。啊？我不知道。因为很多就是抖音还邀请了很多大哥。哦。反正我平时都戴口罩，谁都不认识谁。口罩一戴，谁都不认识谁。没有视频，没有演出之前不能发视频，发不了。好吧，那肯定呀、啊，那这个肯定要就是保护一下，保护一下。对。我们玩点什么呢？玩点什么呢？欢迎是否回来？玩点什么呢？我们打个房舞吧。好，我等一下把把都是房舞。我最近也是榜，都是榜五，因为我真不敢打总榜，就是一天天就铁头了。我不敢打总榜，真的很害怕。OK， 是行，那我们打个榜五。好，打个榜五。今天输了罚什么？输了罚什么？15号盛典。输了干嘛？输了咱们就说，你有什么好玩的不？输了之后咱们就，模仿成语，三个。模仿成语，我最近玩了一个无声跳舞，就是自己哼歌跳舞。我上一次你告诉我这无声唱歌，我笑死了。无声唱歌怎么玩？不是你告诉我的吗？就自己配音啊，我唱了一个九字的。就是呀、啊，自己就是无声跳舞，无声自己配音，自己给自己配音的那个。欢迎小五。无声跳舞吗？是无声跳舞吗？怎么跳呀？就是你自己哼歌，一边哼一边跳啊。我乐感很差的，家人们。没事，没关系。感谢支持。我现在没有什么那啥呢，我现在没有什么条件，我们试试嘛。好，欢迎建哥。不是，我也没什么条件，就是试试。好的，行，开始吧。我们无声跳舞，重来吧，就结束了已经。我直接点再来一局好了。好，可以。好，你直接接，好，行，闭麦，
怎么也飞不出花花的世界。原来我是一只酒醉的蝴蝶。你的那一句是家人们团结保我保我的是团结家人们我们把榜一拉到一三一四，感谢唯一，谢谢唯一，谢谢唯一，感谢小鱼哥哥，感谢感谢杜娥，谢谢杜娥，感谢金牛座大叔，感谢金牛座大叔，谢谢，感谢鲜花，感谢鲜花，感谢 MMP， 感谢 MMP， 哈哈，姐姐唱，很喜欢唱歌，代表唱歌好听。感谢杜娥，谢谢人生。家人们，对面榜一是一三一四，对面榜一是一三一四，家人们，咱们就是可能需要跑车站榜了，我们还是需要跑车站榜。感谢才艺，谢谢才艺，感谢阿盖，谢谢杜娥，感谢杜娥，谢谢阿盖，感谢非你不可，谢谢非你不可，感谢，谢谢支持，感谢杜娥，谢谢杜娥，家人们，我们需要跑车站榜了。谢跑车站榜了，感谢杜娥，谢杜娥，感谢烟雨，谢谢烟雨爱心，感谢烟雨，谢谢泰山妈爷。这样吧，我们先把榜五先拉起来，我们榜五现在是20票，我们榜四是160票，咱们我们的榜五还需要一百八十票，感谢小锤头，谢谢小锤头。榜三现在是1票，对面的榜三现在是1票。欢迎林哥，欢迎林大王回家，感谢蛟龙，谢谢蛟龙。对面的榜三1票，我的榜三是236票，完事我们就胜利了。别被偷了，家人们。家人们，对面是用跑车上票的，对面是用跑车上票的，家人们，我们需要跑车，我们的榜一、榜二、榜三、榜四、榜五，小玉哥哥、小锤头、杜娥、唯一、蛟龙，我们都需要跑车站榜了。感谢蛟龙，谢谢蛟龙，感谢蛟龙的热气球，谢谢蛟龙的热气球支持，感谢蛟龙热气球支持，谢谢家人们，我们需要跑车站榜了，很害怕，真的很害怕。感谢蛟龙，谢谢 MMP， 感谢 MMP， 谢谢 MMP 送来的舞蹈鞋。谢谢 MMP 送来舞蹈鞋，谢蛟龙，感谢支持，谢谢拉拉，谢谢丽丽，家人们，我们可能需要跑车站榜了，感谢丽丽，我们的榜要拉到120票，1200票，我们的榜一是719票，我们要把榜拉到120票，我们就可能胜利。谢谢小鱼，感谢小鱼，对面的榜三是9票。对面榜三是九票，我们的榜三是520票，我们的榜三是520票，我们的榜三是520票。如果现在不够的话，我们就赢了。感谢阿盖，谢谢阿盖哥哥。我们的榜二、榜三、榜四、榜五可能都需要走一走了。我们的榜二是719票，我们的榜二是咱们的蛟龙飞舞哥哥，咱们榜三是小锤头哥哥。520票，榜四是阿飞哥哥332票，榜四是杜娥哥哥240票，榜五是唯一姐姐200票，对面的榜五是9票，加油加油！还有最后50秒钟，咱们把榜五稳住，感谢聪，谢聪哥，对面的榜三是对面一个。520票，对面榜三是664票。我措手不及，措不及！阿盖哥哥，咱们的蛟龙哥哥，阿盖哥哥，蛟龙哥哥，阿盖哥哥，唯一姐姐，我们要守住，最后一波！我看看，好吓人呐！
满我是520辆，我们的满我是300辆，我们是664辆，咱们赢了家人们，咱们撤。感谢小锤头，谢谢唯一，感谢小龙，感谢阿盖哥哥，谢谢杜娥，感谢非你不可，感谢 MC， 感谢充满两情，感谢一个人的坚持，感谢家人们支持，谢谢你们，我们拿下，漂亮，漂亮漂亮。我想着我一边狼狈三夜四面不嫌太多，跟着我走越来越近了，我觉得小鱼哥特别会指挥啊，小鱼哥哥咱们是赢了吗？咱们是赢了吗？是蓝的温柔，对，咱们是赢了，对，没错，咱们是赢了。没搞错我的天，柚子，我刚报幕也太快了，主要是没有时间了，你知道吗？没有时间了，因为哇，你们家真的是很厉害呀！最后几秒钟，我们最后要一直补票。你不是，真的很会打，有这边真的很会打，应该没搞错哈，再搞错就尴尬了。就是，好了好了，我要给大家才艺表演了，家人们，就是给大家才艺表演了，加油！好吓人啊！最后那几秒钟，我的天哪！欢迎小 A， 我感觉我的就是感觉喉咙都要喊破了，家人们。给咱们唱了什么呢？唱跳新选手，听不听得出来啊？好，我们唱，我们跳个啥呢？我想一想，跳个啥呢？跳啥？好，我知道了。好，就跳那个啥，那你们肯定能猜得出来，非常显而易见。是吗？什么歌呢？不告诉你，肯定你能听出来。你要唱吗？就是要哼出来呀，一边、哦、哼出来是吗？好。对对对。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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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今天是在哪个广场？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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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噔噔噔噔，可以吧？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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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出来了吧？就是酒醉的蝴蝶，如果没猜错的话，酒醉的蝴蝶。欢迎阿俏。就是我这方面，我就感觉就是还是能听，还是能听出来的。我刚刚还哼了两下这首歌，然后想到你跳的是这首歌。是的呢，是的呢。我感觉你真的好累啊！你就是每天还要去排练，排练完之后回来还要那个什么。还要弄头发、妆造，最近比较，我跟你说，那个酒店的网络真的不好。它不可以插网线吗？不可以，它没网线。我前两天直播，直接把我卡成一张图。差了一点点，男人哥就差了一点点，你刚好是绑我。然后刚刚卡成一个图片，都不能动。要晚一点播，可能它不卡。行。可能是，那因为是酒店用网的人太多了。对呀、啊，对，我们今天要打人机票，打人机票。对对对，今天很多人都到了，我就听说今天很多人到了。没，今天还没唱呢，小锤头还没唱。好，对，好好的啊。好好好，行行行，好，那我溜了。好好好，我也溜了。好好，拜拜。嗯嗯嗯。我又一我喜欢的美女，你说谁？你说书？你说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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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摆渡人，刚刚这把真的是好惊险，好惊险！谢谢阿盖哥哥，感谢陈烟梦雨哥哥，感谢唯一姐姐，感谢立正哥哥，我们给。